Yeah, hi.啥？啊，主播都跟你说了，韩服高分段我也这么玩，但这个比较掌控我们的身位，高分段这个身位博弈确实也比较关键。 经验上没什么，没漏太多，给我补的差不多了，就回家补个装备再来。我们刚才就半血出门，就是为了让塔下兵少亏一点。不是吧？ 8.2打，咱没打过。 TP 打点燃就是这样，我们点燃虽然可以把他杀了，但是等他 TP 回来把线一梗，我们亏的好像也挺多。炮吃兵回家。 双盾，学会了吗，兄弟们？非常的简单，你出上主播这一套双盾流，他怎么操作都没用。
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killing spree.哇，开大呀！算了，还有人，拉满拉满，拉拢拉拢拉拢。我操，真的不能跟他们打，他们一直盯着我这个大人头，主播防了一整把，兄弟们，这波我属于忍不住了。不过还好。 双盾已经没用了吗？ 什么垃圾阵容啊！
推动，挖海力换血，他这个进场还可以啊。 现在只能靠我抓单。一波，还玩，再玩带不动了。对对对，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男刀真潇洒，纯在游龙这一把。